我们从两个默默无闻的韩服小号见面了。미니언생성까지30초남았습니다他都大师了吧？我还差一把，我们差一把晋级赛，还得要3把，一共得4把。미니언들이생성되었습니다把他干回钻一，那不行，那不是人干的事儿。现在我们的见面只是刚刚开始。我相信我们俩今后会在飞客的对局之中再次见到。一他一下，哎呀，没一刀。哎，他没带海姆啊！他没带海骨镀层。升了，升吧。打这么长时间，我都没咋见过弱手。他现在没有 E 了啊！看他放不放 Q？ 抽一下。他的 E 没拉到我，他拉真猴假猴没外圈 Q 没 Q， 外圈 Q 没 Q 出来，没 Q 到我，优势很大了啊，优势很大了。对，他拉着内圈 Q 了，失误了，小失误了，失误属于正常现象。着急了，这不拿个双杀无敌人，无敌人给我通杀。点扣。학살중입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再扣 EA 打破妞，这波没玩好 ，E 没躲掉扣。再扣。
兵有点多，下边来打啊！他还有疾跑吧？应该有疾跑。我们马上升，升完就好打了。C 的对线细节还是可以的，我说实话，一般的落手啊 ，Q 放的都比较的随意，他的 Q 放的都不是很随意，他的 Q 基本上都得等我 E 放了再放。还是挺细的。哎呀，啥意思？我杀寡妇这一波我要死，不太合适。我们的爆发还是有点高啊，这波我们卡了他一波放 Q 的时间，回家我需要小分离者，刚才他稍微有点放松了，把 Q 给放了，他可能也没想到我们没回家。去中了啊，略微控一下线儿。等一波大招，寡妇可能会在旁边，小心一点。等个大，我们能双杀，那寡妇没啥伤害。咖喱奥来了，我先最后给个 Q， 看你的了，兄弟。这寡妇能不能杀就看你的了，给我杀咖喱奥，三个人，人太多了，漂亮，150分离者，哇，这是兵权无敌人。我们家无敌人有点猛，兵权无敌人。咖喱奥没来，刚才就双杀了，人太多了。
气死我了。不过我分离者了。阿古尼汤也死了。现在应该是随便了。死了。我们的装备比他好的太多了。他的装备太次了。看来 C 是想把我送到晋级赛了，兄弟们，这把打完晋级赛了，我可以再吃一层，他是不是没疾跑？算了，掉掉吧，不要了，犹豫了，犹豫了。掉就掉吧，这一把布甲鞋，这把不出水银鞋了，我要跟他打单线。上密室。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적이더많았으면좋았을텐데来细节一点啊，呀，곧포탑방패가사라집니다他去下路了，那上路二塔没了，我们把上路二塔拔了。这波怎么细节？那小兵全没呀。是这个样子的，如果他去支援，我们就上高地。这把打单线，来去中路，我马上到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拆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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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刘哥刘哥二连我，刘哥这牛头能不能杀？还行吧，看看牛头能不能杀，我有闪现没关系。哎呦，这家伙五点，我还行，五点，我五点，龟龟，哎呦龟，了得了，谁七百？五点七百，我天哪！哎，表黄毛了，2250，这边来个这个，出个减伤。
出重伤，重伤肯定得出啊。这个装备性价比很高，必须得要这个。这个出完，我们再来个谢手。哎，有红 buff， 小龙一分钟。这边上路收兵，收完我们下来小龙，上路的线儿可能就没人收了，他们没有人收上路的线儿。我继续带吧。巴里奥啥意思啊？小龙拿了，我上路推，继续推了。不行啊，乌迪尔，乌迪尔狂成这个样子吗？乌迪尔，先把牛头杀了。哇天哪，乌迪尔，你走吧，你搁这干啥呢？把小龙拿了。他挺近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一会儿给你拉了。来，四级狗屎。先走啊，不着急，这边人有点多。哎，好好闪现，我跳弹，吃个药。跳弹救我一命，这人咋这么多呢？刚才人有点多呀。刚才一下出来五个人。挺能抓呀。但是峡谷跟小龙全是我们的。这不出炼金罐的乌迪尔也这么猛吗？这位置不太好，可以杀寡妇啊，那寡妇都没大了，这波不上。峡谷先锋撞一头完事儿，哎，不上。我去下路收波兵，我们把蟹手做了，差个700块钱。下波小龙团团战结束，游戏就结束。哎呀，有时哎，咖里奥送钱来了，等一下啊。
尬里奥送了200块，谁死了？无敌尔死了。哎，谢手了，这200块钱给的好，兄弟们，谢手了，无敌了。无敌人可不能死啊，挺幼啊，这么幼还能死啊？这都怎么死的呀？把寡妇杀了。ADC 可以杀我，无敌了，兄弟，我这蟹手全杀，别的顶死了，拍的漂亮。我这无敌人跟那个跟我那都打不动的 ADC， 那 ADC 打人都不掉血。把高地拆了，他连我蟹手都没打掉。小龙啊，快！小龙不抓紧，抓紧时间，快点的，磨磨唧唧的，快点的。哎呦，跑得真快呀！我再整个护甲，那 ADC 更打不动。其实我可以来个钉，来个钉，不给机会，来个钉就没有机会了。这个辅助在干些什么东西？这个辅助在犯罪呀！啊，这个辅助在犯罪呀！我来了。给我全杀 ，ADC 也得死，没事儿，必死，能一波不？能一波不？应该能，差不多可以一波。呀，我的钉没用出来。猴哥太狠了吧，猴打落手本来就好打，这英雄本来就好打。我们晋级赛了。